2023了不起舞社第二季全面升级，更真实的舞社竞技，主理人联合专业舞社组成限定厂牌，更深入的学习合作，主理人下场竞演，更强烈的胜负信念。跳舞的话不需要语言，所以我们没有问题的。虽然姐姐真的很爱你，但是 I'm sorry， 这个不是爱的，姐姐。主理人配对结盟，更意想不到的合作舞台。我是来自 Hello Dance 的西西，我们来自北京天安。我是刘江妮，来自 Sino Stage 舞吧。我们是 Triple I。我觉得他的这 power 很好。顶级厂牌汇聚，逐鹿年度最佳。我们每年都是在比赛场上遇见的，我们既是朋友，同时也是敌人。大师级编舞上阵，打造绝伦舞台。我真的鸡皮疙瘩了，好看啊！默契满分，更强、更齐、更燃炸。特别喜欢，非常喜欢。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次机会，让大家能更加认可我们。I did what I can. I chased my dream.And I'm here, yeah, and I did it. 梦想是很宝贵的。I don't know why when I listen to your talk, I'm start crying. You're just so brave. 了不起舞社，有你们，我真的以你们为傲，我特别骄傲。期待你们的惊喜。我站着真的很。我在最好的时代。第一名就是红雁队，我们的了不起舞社第一支起舞战队正式成立。